万华城是在哇，妈都说没北去部看黑到海花区城。附近的一个山上，它的一座山城。那一座山城，这个番红花城呢，就是整个土耳其目前境内保留这种鄂图曼式建筑群落最完整的一座城市。哦，所以整个番红花城也被归纳，也被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